主上，太子来了。我还没找他算账，他来做什么？他说群威宴那天多亏您及时调来护卫救了陛下，他来感谢你。哼，他自己招的刺客想做苦肉计，结果计划失败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还害了我的夫人。他怎么敢厚着脸皮来我府上做戏？说不定他身上有解药，去见见吧。听闻国师夫人自群卧宴后身患奇病，连日昏迷不醒，孤特来送药。哦，太子殿下竟有如此善心。普天之下只有皇家有这个能力，以天下名医神药保人性命。国师若肯与令夫人和离，将她归还于孤，孤定倾东宫之力将她救下。归还？阿英可不是什么物件，能供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。更何况她并未生病，而是中毒。解药呢？病也好，毒也罢，除了孤，无人可以救他。东方仙师若真在乎阿英性命，便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，害他陷入险境。本座的夫人，本座定不会让她陷入危险，不劳费心。小芝，送客。太子，请吧。这府里没了你吵吵闹闹打打杀杀，竟这样冷清。我生来受寒毒所累，没想到恰好是这毒反而能治好你的病。现在我倒觉得幸好三日便是十年，别怕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传陛下口谕，有女将士，本分随时，勤勉柔顺，朕甚嘉许。赠儿为宫中上衣女官，为儿上勤守训，扶我成命。臣领旨谢恩。爹爹，
莫慌莫慌。怎么，江廷尉和江小姐还有什么不满吗？啊，小女能得陛下垂青，乃是小女的泼天之福。只是这名分，怎么是上衣女官呢？廷尉大人糊涂，令媛如此姿容德行，还怕陛下不偏爱吗？等生下一儿半女，还愁名分品级吗？内监大人说的有理啊，还不赶快向内监大人谢恩。爹爹，女儿不要入宫。放肆，皇上恩典岂容你来知会？请江上衣和廷尉大人话别。哎呀，爹爹，女儿求你了，女儿情愿一直在家侍奉父母，终身无嫁，求父亲原谅女儿的孝心吧。你读了那么些年的女诫，难道还真不知道忠孝贞洁？你入宫侍奉陛下，为父分忧，这才全了你的孝心和女德。可是爹爹，女儿也是人，不是木头泥塑，不是木头牌坊，我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，我也想过好我自己的人生啊。荒唐，你一介闺阁贵女，怎么能把情啊欲啊挂在嘴边，说出这等淫荡无耻的话？莹蓉，送小姐入宫。小姐，小姐，快去找阿姨救我。小姐，放开我。小姐，放肆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与谢家的那些事，莫说谢婉因重病在身自顾不暇，就是谢家的小子赶回安都，也救你不得。母亲，只要容女儿，我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？你就算死，也进不了谢家的祖坟。陛下以金口玉言封你为女官，就算是死，为父也要抬你的棺材入宫。带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尊这位大人，放过我家小姐吧，放开我。好一场赌徒情深呐、啊！求大人开恩呐！开恩。江上衣，你再抗旨不遵，死的就不仅仅是个丫鬟。请走。云柔，云柔，内监大人，小女啊没见过世面，让内监大人见笑嘛。廷尉大人，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江小姐得知能入宫侍奉陛下，竟还喜不自胜，感激涕零呢，真是一片忠君孝父之心。咱家会转告陛下的。有劳，有劳。谢天啊！敌军西城，伤势这么重，又接近要害，恐怕
凶多吉少了。娘，明月，说什么？明月，江明月，她是我此生认定的妻。若我身死了，求你，求你，阿娘记下了，江家乡亲，阿娘记下了。恒儿，你听着，你给我活下来。爹娘允许你回京养伤，带上婚书，去江家上门提亲。这药对身体没有影响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可把我担心死了。我睡了多久？自群卧宴回来，已经足足睡了七日了，今日就是十六了。十六。他毒发的日子。哎，小姐，夜里风大，你才刚醒，要歇歇江养才是。他人呢？国师不让我们说。我自己去找他。你醒了。身上还疼吗？你毒发了。你这么要紧过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你，锁香丸是毒吗？你还是不信我。我只是想你亲口跟我说，锁香丸没毒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信你。相望无毒，你要是信了，今天就不会前来治我。我只是……我来历如何，我对你何种情意，我已经说了千遍，怎么就换不来你的真心？
谢婉仪根本没有谢。凌迟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你竟信他到如此？你我之间的事跟李迟何干？你身上的毒是他下的，怎么跟他没有关系？太子下的毒。喝了这杯石榴酒，回去休息，日后不准再见李迟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就一毒誓。我只是想你亲口告诉我，索香丸到底有没有毒，你何至于此？字字句句夹枪带棒，不也是不信任我吗？你今日毒发难熬。不与你争辩，待你恢复了，我们再谈此事。喜欢